请佛光山月光寺住持妙心法师代表星云大师给我们训勉。黄英吉董事长，还有县长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家长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吉祥。吉祥。今天非常开心，代表家师，就是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，能够来参加思维高中的毕业典礼及颁奖，我个人感到非常的荣幸。星云大师呢，他本身非常高兴，我们常常在山上也听到星云大师告诉我们，思维高中他全校呢推展三好运动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。连续呢两年荣获三好校园的第一名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够这么落实的推广三好运动。我谨代表星云大师祝福与会的贵宾及全部的家长，大家能够身心安乐，毕业同学们一帆风顺，鹏程万里。谢谢妙心法师。还有一点点，最后呢，我想还是要跟大家分享，星云大师告诫我们黄英吉董事长，他常告诫他要培育学生在品德、学业、技艺方面的精进，让你们呢走入社会，能够让人接受、让人接纳。就像我右手边的这栋大楼，它命名为接纳大楼，它的用意是一样的。我们希望启勉全部的同学们都能够终身学习，实践三好运动，让我们走入社会或走入未来的世界，都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接纳我们、接受我们。祝福同学们身体健康，福慧增长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妙心法师为我们训勉。